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然后今天呢，已经是我在成都的第八天了。然后这八天里也一直没有说去出去玩。然后今天呢，正好就趁着休息的时间，然后和我成都本地的朋友去吃吃成都的美食，然后去一起逛一逛，然后正好去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当地的风土人情。Let's get it。哇塞，现在成都真的是太热了，感觉要给我立马热融化的感觉。现在，我现在准备上车。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悠方广场，哇，小鸟叫！就是记得刚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就来的这个悠方广场，而当时是要演出嘛，有一个商演就在这里面。然后时隔了一年之后，然后我又来了，感觉非常的亲切，哈哈。哦，我现在准备吃鳗50米号路口右转，挑战一下鳗鱼，好久没吃了。首先，你可以用勺子把它分成四份，然后每一份都打到小碗中。第一份直接吃原味的，第二份加葱花、海苔、新鲜的山葵泥拌着吃，第三份用这个湖里面的柴鱼高汤泡饭吃，最后一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吃。米饭、汤、小菜是可以免费去加的，这样用。哦，米饭可以加哎，对，可以免费。那边有滑滑梯吧？滑滑梯。现在再尝试一下这个短道的，是短道的。短道，对，短道收缩板。短道收缩板。你知道缩下去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滑下去。对，缩，所以它叫收缩板呢。OK，现在我就缩下去。哎，不、哦！哎呀！不要滑，你让开。说说吧。Hello 啊 ，Hello，Hello 啊。来、Hello 啊，上，万宝。我走你。怎么上？我帮你拍。啊、oh, ，你这，你挂，你可以。我这样，来。Okay. 好。哇、哦，来了。哇、哦。你上次那个 vlog 真的10秒钟就结束。这个温度。你吃过这种休息包？好像。